今天呢，是我们这一季 vivo 王牌对王牌最后一期节目了，最后一期了，最后一期了，最后一期啊！哎呀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兄弟们的一个陪伴。我本是男儿郎，又不是女娇娥。表演系九区本科班的新生向您报告。我们是彼此青春的见证者。他对咱们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。爱他就应该让他做开心的事。其实可能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奢望的不是说你赚多少钱，就是多陪陪他们，就是希望还是孝顺一点吧。听说你今天登基，我来看看你。宋老师，一菲姐，你们也伴随了我们整个青春。哎呦！你为什么不抱我呀？真的假的呀？真的假的？这是，这也太惊喜了吧！这个。